尽头绪，不知从那天起，感觉已经悄悄离去，看不清的身影，是我还是你？心里的雪不再流，呆呆的目光是那么迷离。我就想不通了，你干嘛不直接告诉他你想找回那个家呀？他现在已经有个人了，那就把他夺回来呀！你能损失什么呀？你都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人了，你还怕什么？再见。再见。要不要吃点东西？不用了，我也不饿。好，那我送你回去吧。嗯。真好玩啊！想玩吗？我啊，啊，都40岁了，这有什么不可以？我比你还大。等一下，我找个地方停车。哎，真玩啊！是啊。这个东西怎么玩啊？跟小时候的玩法差不多，这激光陀螺，电驱动的，但需要人给它动力才发光。这是三个变色灯和一个激光灯，一转就会亮。看着啊。哎，真好看哎！别愣着，你也来。哦哦，对对对，我试试我这个啊。哎，真好看啊！还说不会玩，故意的。我小时候跟我们院里的小男孩一块抽这个和玩纸盒，从来都没输过他们。哎，这好像是男孩玩的，我可是玩这个的高手啊。是吗？啊，那就比比啊。谁怕谁？看好了啊，
这直径2米的圈就是我们的战斗圈，被对手撞住战圈就算输，谁的陀螺先停转也算输，是吗？这可你自己找数了啊。那比比看啊，一二三。哎，你的陀螺快出去了。哎呀，输了输了，真不争气，来再来一局。差不多行了吧，你女儿还在家等你呢。就来一局嘛。看不出来啊，你还是一个40岁贪玩的妈妈。头发乱了。回去吧，是有点晚了。好，回去了。谢谢你啊，那我回去了，再见。再见。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啊，我写篇作文，脑子都焦住了，怎么也写不出来。明天就得交啊？不交，参加区里的作文比赛。那你着什么急啊？赶快睡觉，睡个好觉才有灵感呢。来，睡觉。刘叔叔送你回来的。嗯。他在追求你啊？什么呀？别胡说八道的，根本没这回事。淡淡月光心迷离，长长身影飘红不敌，流水心情隐隐，小小人生哭哭泣泣，昏昏街灯心迷离，静静脚步漫无目的，冷风思绪酸楚，深深情伤分分离离，仿佛看见你的脸，就像一个谜，曾经有过的明朗，被乌云狂风卷去。街灯心迷离，静静脚步漫无目的，冷风思绪酸楚，深深情伤分分离离。触目惊心的抄袭，我校博导周一鸣和他的弟子新出的这部专著，全面的抄袭了法国人西蒙不久前出的专著。周一鸣是我校
哈拉之星。你们好，你好。行，中午吃点这个呢。我们将发现，仅仅以一个堪以献身的目标和精神，并且与其的思想和行为上升为一种道德的形而上的东西，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就足以具备了发人深思的价值。今天讲的这些呢，同学们回去好好想想，写一篇东西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回头交给我。好，今天就到这儿，下课。樊涛你留一下。在等你解释。你看过那个叫西蒙的法国人的书，你抄袭了他的框架体系，为什么？西蒙名不见经传，而且这本法文书的发行量也很有限，我以为没人会注意。他比较的是法国和英国的文学，我只是借用了他的体系，但我比较的是中国和日本的文学，这不叫抄袭。你不只是借用了他的体系吧？这是什么？我写了篇个人声明，声明他们说的所有抄袭行为纯属我的个人行为，与您没有任何关系。同时我还声明，我的书倾向出来后，我怎样应出版社的要求，请您署名的前因后果。我将独立承担所有的责任，并接受一切处罚。您看看措辞恰当吗？玩这干嘛？哎妈，你怎么相信买这么好玩的东西啊？还藏在抽屉里不给我玩？这我是给超超买的，你这么大玩它干嘛？不行，这个太好玩了，这归我了，你再给超超买一个吧。不行，妈再给你买一大的。不，哎呀，甜甜，我就喜欢。妈再给你买一大的。不，哎呀，我说我就要这个。甜甜，嗯，你说妈妈换一个发型好不好？就是，把它烫一下。好，魅力指数啊，增加30%。去，又拿你妈开涮。哎妈，嗯，明天我想去我爸爸那儿。哦，周末哈，去吧。提醒你爸吃药啊。哎呀，你不休息吗？你也一起去吧。我前一段时间老往医院跑，家里好多活都没干呢，我得收拾收拾啊。完事儿还得去你爷爷奶奶那儿呢。那好吧。哎，你怎么了啊？哎呀，等会儿那把他放坐下，坐坐下，坐坐。啊，你怎么样啊？想快，你瞅瞅前面，我快得了吗？这下好了，塞住了吧？是你妹子吧？你们也真是，不能早点上医院吗？孩子快出来了才知道急。行了行了，你别喊了别喊了，留点劲儿啊，留点劲儿，一会儿就生孩子的。可疼死我了！来扶
骂的还挺中听。行了行了行了啊！哎呀，够了，羊水过了。哎，警察，警察，救命啊！俺媳妇呢？俺媳妇呢？别急别急，在里边呢。哎，是男娃女娃？这个我哪知道啊！别急，再等一会儿啊。不，哎呦，喂，哦，哎哎，美人，美人，刘木。哎，大姐，今天又没遇着你，俺媳妇就没有了，孩子也保不住了。行行行，快起来，快起来，快去看你媳妇儿和孩子去。快去，大姐，我还没谢你呢。你这要总经理留个地址吧，要不然俺这媳妇非得把我给骂死。行，心意我领了，谢就不用谢了啊。快去吧。哎，大姐，你别走。哎，呀，哎，大姐，你是不好意思，看着忙着劲儿。行，没事了，快去吧，快去吧啊。大姐。没事没事，快去快去。保险公司特别想拍电影呢，那警车呜呜叫着，马路中间的车全都靠两边了，就让我们快过去。哎，就可惜我当时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得意，使劲教人家说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大姐我不在，妈你太牛了。哎，别到处去，赶紧拉下。没得你。妈，你买的菜呢？哎呀，我落在出租车上了。哎呦，我还买了一只鸡呢，这下可亏大了。那咱晚上吃什么呀？妈，喝粥，喝粥。周一鸣在咱们学院可称得上德高望重，他一直对那些靠剽窃起家发家乃至成大家之辈不屑一顾，这回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好说的。听说樊涛的夫人和那位杨菲菲的关系非同一般，周一鸣从前一是不在本校招老师做弟子，二是不在弟子的论著上署名，这一回啊，一连破了两个例。他自己的专著上面不是赫然有汪校的名字吗？陈老师，您对此作何评价？哦，我在国外待得太久了，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所以不便发表议论。学术腐败之风如此严重，是因为对当事人的处理太宽容了吧？周老师，听说您前一段胃不太好，还开了刀。谢谢，已经好了。周老师，您是累倒的。有个统计数字说，中年挑大梁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体透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情况相当的不少。您啊，应该多休息。您可是学校的宝啊。哎呦，啊，那我们开会吧。今天主要是想向各位通报一下，我们学院和博士点今年申报国家课题的一些情况。周老师。陈老师。周老师，网上的文章想必你已经看过了吧？嗯，不过你也别太过虑了，听说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别的学校也发生过，而且还不止一起。博导在自己带的博士生文章上署名，最后爆出抄袭。通常的处理方法呢，是一推迟博士生的毕业时间，再是博导呢只是简单的写一个检讨，说自己把关不严也就过了。喂，啊，是我。好好好，我马上到啊。好，汪副校长召见。哦，
那你赶快去。哎，那我先去了，再见。好嘞。本来有樊涛的声明，问题可以大事化小。我和几个校领导也通了气儿，大家基本达成共识。可是现在有人盯住这件事不放啊。您说的是撒哈拉之星吧？不知这人是什么来头，他不但曝光了樊涛的抄袭事件，还成了网上论坛的领头羊。最新的帖子你看了吧？在撒哈拉之星周围凝聚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他们强烈呼吁校方成立调查委员会。我对抄袭一无所知，在中国现在的国情下，导师在学生的专著上署名，这是学界的潜规则，也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不会要求我为了这一署名去看刚出版的法文专著吧？我知道，也理解。看来调查委员会非成立不可了。不过你放心，由我来担任调查委员会主任，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找一个两全的方案，既能保全你，又能让那些人闭嘴。不过你也别被思想包袱，要注意身体啊。嗯，啊，谢谢，那我先告辞了。哎。喂，表姐，有人找你，等等，我把电话给他。喂，安娜姐，哎呦，恩人，我可找着你了。你，俺媳妇儿把我脑子给骂裂了。你可哪来了？还要见你面？真的不用了。哎，一定一定，要不然我回去不好跟俺媳妇交代。那这样吧，你要是一定要过来，你就坐467路，然后坐7站。下了车以后就在车站那儿等我，我来找你啊。喂，你可给我小心点啊。那个来福别是看你好说话，有什么事求你呢，你别轻易答应他，听到没？现在的人呢，你帮了他，他赖上你了。这个事儿多了去了。哎呀哎呀，行了，我知道了，你别老把人想那么坏。我知道了啊啊。哎哎，我不跟你说了，我看见他了，再见啊，来福。哎，大姐，哎呦，我找你来了，大姐，八斤啊！真的？哎呦喂，那真看不出来哎，你媳妇还真薄皮落馅呢。这，俺媳妇非让你给俺儿子起个名。哎呦，那我一时半会儿哪起得了啊？不急，您慢慢想。不是，今天来还跟你要您事。怎么了？您这不是保险公司吗？俺媳妇想给俺儿子买保险，你说买啥就买啥。这我在建筑队干瓦工。一年挣钱不多，一年拿2000块钱出来，你还是行不？你想哪儿去了？我帮你媳妇儿根本不是为了让她买保险啊！不是，俺想买保险，就抹不着门。你看，你能在大街上帮一个不认识大肚子农村人，俺自己还啥信不过呢？你是不是？可是我不在保险公司干了。哎，那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信得过的业务员吧。哎，就是刚才帮你打电话那人。嗯，我也帮你出出主意，咱们找一个既经济又实惠的，好不好？你不在保险公司干了？嗯。当初做保险业务员的时候，上培训课，老师给我们讲说，施比受有福，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真心诚意的对别人去关爱，最后这种关爱呢，会回报到你自己身上。现在想想，说的还真对。你看我以前做保险那会儿啊，一天腿儿都跑断了。嘴皮子也磨薄了，可就是卖不出去。吃闭门羹啊，几乎是我每天的第一课。可现在就不一样了，是来福反过来追着我要买保险。其实做保险呢，就跟做人一样。我做保险那会儿啊，做了那么长时间，几乎是一事无成。可是为阿花争取到这一单，我觉得我挺有成就感的，因为这对小强来说挺重要的。有没有想过回保险公司干啊？那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我当时跟人家闹翻了出来的，再加上阿花这事儿，他们怎么可能还让我回去呢？我倒觉得没有多大障碍，只要你想回去就可以回去了。你说的也太容易了。你没想过你做按摩师能做到什么时候？45岁、50岁，再往后呢？这是个相当需要体力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按摩师的职业生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贬值，而保险代理人职业的价值却会随着从业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升值。资深保险代理人在拓展业务的时候，从来不会用话术来说服客户，
他们只需要拿出在公司历年的证书和以往客户的计划介绍，这个就对自己信誉和实力的无声承诺。你已经干了两年，有了一定的基础，在这个正要打开局面的时候你反而离开，不觉得可惜吗？娜娜，睡了吧？哎，不好意思啊，我忽然间想起一件事儿，就那个来福，那农民工，就是他老婆把孩子生在大街上那个，他想给他儿子买一份保险，我想哪天约你们俩见个面，你给他做个计划。好啊，这回啊，单归我，钱归你。行了，到时候再说吧，啊。行，那我哪天约你们俩见面再谈啊，我这有个电话不跟你说了。嗯，好。还没睡吧？你也没睡啊？刚加完班，正在回家路上。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句话，你是一个天生的保险人。这么晚就为这事儿啊？啊。不过我也挺高兴的，你是第一个这么说我的人。你不是刚悟透了施比受有福的道理吗？这就好比打开了一扇通往成功的窗户，你将看到无数美妙的风景。你作诗呢？开车不是不让打电话吗？好了，注意安全吧。啊，我挂了。我知道，再见。带上来了哟。谢谢你啊。不用谢。谢谢。这谁写的信呢？这字儿歪歪扭扭的。是小强，都会写信了。真的？好多字不会写，是用拼音代替的。妈，他说什么呀？所有的人都谢到了，还谢谢你呢。说每天背着甜甜姐姐的书包走五里山路去上学呢。我考试语文和数学得了双百，真好。只要是阿花在天上有知，也会高兴的。妈，看你。说我在放学路上采了些野木耳，让爷爷奶奶给我晒干了，要寄给咱们。给我看，给我看。向林叔叔问好，替爷爷奶奶谢谢他。就是那个林叔叔吗？啊，他是阿花阿姨的老板。哦。哎，妈，咱们也给小强寄点什么吧。好啊，那你好好想想，有什么是他用得上，那边又不好买的。好，那我先去上学了。嗯。过马路小心一点啊！爸爸，喂，小强来信了，特意问你好呢。哪天我把信拿给你看看吧。现在你在哪儿呢？
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小强真挺不容易的，这么小啊就知道爷爷奶奶将来要靠他的。嗯，保险公司怎么走啊？干什么？我送你一程吧。哎哎哎，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真的不是干保险的料。嗯，再说我跟娜娜说好了，这一单就让给她做的。你看我以前做那些单全都是人情单，就来福这一单也是人情单啊。不行不行，再说我是跟公司吵了架出来的。你是怕你们经理吧？啊，这不像你的个性。哎呀，再说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啊，我也应该换套衣服吧，起码。你看上去挺好的，没必要换衣服。哎呦，我求求你了，别拿我开涮行不行啊？我永远不会拿你开涮的。下车，走进经理室，告诉他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我腿都吓得直哆嗦，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哎，当初总公司的老大来，你当着上百号人，包括一帮记者的面，找他理论的劲儿哪去了？哎呀，哎呀，快去吧，我在这等你。完了给我报个信儿，今天晚上请我吃饭啊。你心里倒挺有底的。为什么没有啊？你是不是要？我把你背进去。哎，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去啊。快去啊！经理，我想回来工作。哎呀，不行，这语气太软了。我想回来工作，我知道这样显得我脸皮特别厚。哎呀，不行，语气又太硬了。我知道这样显得我没脸没皮，可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可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嗯，差不多。嗯，你可以不要我，可是我觉得。这是你们公司的损失。哎呀，我怎么就找不着感觉啊？哎，你什么时候来的？那个来福约了吗？去帮我看看，楼下有一个白的本田，你看看在不在？就看看啊，求你了。在啊，怎么了？进来。是你啊。经理，我想回来工作。嗯。这算是壮醒酒。哎，你怎么知道他们一定同意我回去的？你敢回去，就证明你有足够好的心理素质和勇气，这正是保险业务员必须具备的素质。
如果我是老板，我也绝对不会放弃这么优秀的人才。哎，这样你给说对了。我们经理跟我说啊，何总走的时候还夸我是个人才呢。他还说啊，保险公司啊现在最需要像我这样用心为客户着想的业务员，还特别叮嘱说，我要是想回公司，公司大门应该向我敞开着。经理还承认，他说他就是不好意思给我打电话。来，谢谢你给我打气啊。其实你身上面有种特别可贵的率真，这种率真极易被环境所污染，但是你吃了那么多苦头还保有它，这正是你适合做保险业务员的原因。业务员越是耍手段，越是卖弄小聪明的话，就越容易把事情搞砸。真正的智慧是坦诚，真正的伟大是单纯。其实啊，我一直都觉得我做人挺失败的，做女人失败，工作上也失败。现在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挺受用的。其实我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好。我跟我前夫离婚那段时间，我才发现我心里头还是有挺多阴暗面的。夜深人静面对自己良心的时候，对自己挺失望的。我觉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阴暗面，很多时候我们更容易善待外人，而对身边的人比较苛刻，要经历一些事情才会明白，最需要宽容和善待的是你最亲近的那个人。可惜啊，很多人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们公司打算给十来个骨干员工在社保之外每人加买一份重大疾病的商业保险，这是他们的个人资料。你回去尽快帮我做个计划。你不必这样的。哎呀，上个礼拜董事们就通过了我的提案，我不想让你误会，我是为了支持你回保险公司而刻意为之，所以一直压着。但是我已经决定，这单肯定要留给你做。我还在找机会说服你回保险公司，没想到冒出个来福。你做不做？你不做的话，我给别人做了。你这份保险为什么一定要留给我做呢？因为你用你的倔强和真诚打动了我，是你改变了我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业务员的成见。我饿了。哦，哎呀，对不起，忘了订餐了。哎，想吃什么？爸马上打电话。披萨。能回保险公司，太好了。妈妈一定很高兴吧？嗯，她好久好久都没有这么高兴过了。林叔叔最近常送妈妈回家。白色本田，你也看见了。甜甜，不要因为夏叔叔的事儿就反对你妈妈去和别人交往。人和人不一样，也许妈妈能够找到一个
真心相爱的人，那不是很好吗？上面签个字，下午把资料传给公司，等正式榜单出来的时候我给你送过来。不急，我给你倒杯水吧。喝杯水吧。哎，看《廊桥遗梦》和《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啊，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可哭完以后啊，我又一想，凡事啊看你怎么看了。其实那两个女人都挺幸福的，虽然他们爱情很短暂，爱人一个走了，一个死了，可就是因为那样，爱情在他们心里才能保鲜一辈子。反过来，如果他们要是真的和心爱的人结了婚啊，谁知道会怎么样？你们结婚有十几年吧，这人心啊是最琢磨不透的。你们是怎么做到不变心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时光悄悄地流。